这个送给你，比赛加油。谢谢。嗯，好甜啊，好好喝。嗯，哇，可以啊！肖部的休学申请通过了，这是好事啊。嗯。 据说啊，是肖部的爸妈跟校领导求了情，然后我们那支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系主任呢，也去跟学校说了。哎，我终于知道林老师为什么让我编舞了。为什么呢？以往我只会跳自己情感范畴之内的东西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很狭隘。但现在呢，我跳脱出来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反而有了全局观。 并且我还能跟身边的人共情，甚至能把这种感受变成自己的东西了。而且我发现古典芭蕾里一个动作突破就是突破，但现代舞不一样。现代舞需要更多对世界还有自己的理解才能算作一个突破点，这两者真的是相差太多了。林老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跳舞的时候应该带脑子，只不过。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有真正的突破。哎呀，不怕，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一起走。好，给。干杯。我马上就要去封闭录制了，走前想见你一面，你有空吗？ 肖布，你还真来了。这个送给你，比赛加油。谢谢。哇。 那个，你先说。国八大赛那件事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就像你的舞告诉我们的，要尊重彼此的选择。肖布。啊。啊。你好好训练，我好好比赛。嗯，我会的，你也加油。好。我走了。好。